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自从上次我在脸书公布啊，帮我的学生做了一次广告，没想到各种邀约不断，我的视野广阔啊，版图啊又在扩张。今天来到台北市啊南区，也就是啊中华路二段的327号，我同学王书明先生啊开的三月茶叶，在这个小小不起眼的地方，供应了这一带啊大家饮茶的那种渴求啊跟啊这些啊欲望。他卖的茶叶最主要都是我们台湾的好茶，偶尔进一点大陆的普洱，但是呢价钱公道，品质优良。在这儿啊，我特别要站在外面让你认真看啊，他外面长什么样，所以啊你才不会走错。希望大家来多多惠顾，谢谢各位。各位朋友，我来介绍任何东西啊都是有道理的。我刚跟各位讲过了，三月啊茶庄我的同学王书明先生开的，他啊特别为了市场，一方面是满足大家的口味，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公务机关，尤其是外交官的朋友，或者很多公务机关年节都有公关礼品，所以呢他为了他的茶叶呢，也就是我们台湾最好的名茶，设计了很多非常漂亮的各种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包装，而且这个包装啊都是为了因应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各个不同的文化，包装的东西在各个文化都可以接受。同样的，今天的绿茶文化已经被世界全世界所接受，绿茶就是养生的真正的象征。对于男生帮女生买茶呢，就是能够将他能够维持青春美貌延年益寿。女生帮男生买茶呢，就是要老公清心寡欲不要到外面去胡来，所以送绿茶是时尚。各位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好茶能够带给各方，我在这边郑重为各位推荐专卖台湾好茶。假如你要公务送礼的话，尤其是外交官的朋友，这个是最棒的选择。你要到大茶庄，我就告诉你，它店面大，店员多，成本高，到这边物美价廉，绝对是包君满意。在这边特别为各位郑重推荐，来看看，绝对不让你吃亏，谢谢各位。哎，书明，我们很久不见了，今天来这儿这个陈宁招待，谢谢你送给我两个不同等级的茶。这个茶书明跟我讲，包包越大品质越差，包包越小价钱越高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特别现在帮我们持镜的是我的舰长帮我们在照。这个谢谢你把最好的茶送给舰长。谢谢。我们书明同学讲，我住得远，不会来照顾生意，本来给我的礼物立刻转送给我们舰长，因为我们舰长住在他对面，到时候会来照顾他生意。各位亲爱的同学，不要忘记来照顾王书明的生意。来，谢谢，我干一杯，干一杯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也谢谢舰长。谢谢舰长，谢谢学长。